早安啦。早早早早安。妈的已经不早了。哦不早了，现在几点了？对啊，下午。现在已经下午大概两三点了吧。好，下午两三点。哎，等一下，你今天穿这么怎样？很轻便吗？还拖鞋，到底是怎样？今天很随性。嗯哼。其实今天就是一个比较 free 的一集啊，因为明天呢是真的要去放松。真的假的？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养生馆半套，不是全套，不是。啊，不然什么？明天我们要是我们这个第一团队难得九九一次的出游。真的假的？对。啊，九九一次出游去哪里？美国。宜兰。宜兰。我靠呀，我以为出国。没有去宜兰去。嗯哼。啊，可是这次我们的出游其实跟以前都非常不一样。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往都是大家就坐车。对。就是到指定地点这样。对。这次的话就比较不一样。我想说大家可以玩的。比较轻松一点，然后都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对，全程，对，所以这次呢，刚好我又拜托到了我的好朋友，谁啦？我猜啦，是不是那个上次什么 GTR 那个？是吗？对，哦，还真的是他，哎，叫什么名字？冠名哥，对，你其实也不用讲，看这场景应该，看这场景，对 ，OK， 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去这个泰国。上次有一次跟冠名他们去泰国，对，回来之后呢，还有其他们公司的人开这个阿法，对，来载我们送回家的，对对，所以我那次就想到，看我们团队好像也很久没有出去玩，嗯哼，所以我想说，还是我跟这个冠名借一台阿法，对，然后带我们团队人这样子，一车下去，一车回来，平安的玩 ，OK， 想说这样子好像也不错，那是怎样？是两天一夜吗？那一种？三天。三天两夜，三天两夜。啊，国外头会不会去啊？会，国外头。哦，会，有。我跟他已经疙瘩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不要再吵了。对，不要再吵了，已经好了。好， okay, 国外头也会去。好，所以明天的话，阿法的话，我印象中他好像是七人座，可是他七人座是很挤的七人座。对，就七人坐起来，其实他没有很宽裕，他会有点憋了。对，所以紧绷的话是七个人坐。对，那如果要大家坐舒服的话，其实是六个人坐。是。一二三四五六，对，三排，对。那车子的话，他们现在在帮我们美容，在美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来跟这个冠名哥租车的，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照着他一个流程走。那其实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嗯，就是阿法租一天到底多少钱？你如果自己估计的话，你觉得阿法一天租大概多少钱？干，我觉得这种七人座的，然后。我感觉他内装应该也不差啦，我觉得少说抓个六千多吧，六七千吧一天。OK， 嗯，我其实心中也差不多，大概是这个价格。真的吗？那我们去找一下冠名哥。OK， 照着他的实际流程跑一下，顺便再问一下他这个租金的话怎么算。好啊。OK， 可以。好，走。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是来牵车的。好，因为我们已经跟冠名哥说好了，就是这车的话，我们就是跟你租个三天两夜。OK 啊。对。Okay. 那载车的话，它租金大概怎么算？这租金的话，我们一天的行情是6000块。一天是六千块。他什么样的人会租这个车？现在婚丧喜庆。哦。对，就是你今天如果说丧礼也有人拿去当那个前面的头车，然后你说喜事也有人都拿去结婚，对，那你说现在庙会呢也很流行，大家都是租这个去。他载棺材的有用这个载啊？没有，目前还没有。但是在骨灰坛的有人提过了，在骨灰坛。是我说不要，你说要跟你租去，然后载骨灰坛。对，他说我可不可以拿去载骨灰坛？我操！他说还是不要好了，这个我怕他留在车上，你知道吗 ？OK， 对啊。那我很好奇，如果说这个车，假如说有碰撞上面的问题的话，那怎么跟客人去？这个我们合约书上面就很清楚了哦。我们现在就是现原况交给你。那如果说万一碰撞到的话，就是帮我们修复就好了。哦，对啊，就是可以用板的，也可以之类的。对，哦，那如果真的不能板，就是用换漆的这样。对 ，OK， 那你就带我们走一次那个租车的整个流程。好，没问题。OK， 没问题。我们去租车。OK，Go。首先，我们先确认外观嘛，哈。对，确认外观，那就是像这个，晒太阳晒到有一点褪色的，对啊，皲裂，有一点皲裂，是。然后呢，它现在全车都是贴膜的，是，对。哦，所以它这不是原色，哎，不是 ，OK。对。那像这里，之前有租给客户，被客户 K 到一点，好，难免，车租那么多人，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外观确认清楚，是，对 ，OK。哎，这倒车雷达遮住会不会还一直叫？哎，还是一样会叫。
哦，这个没关系。所以我倒车他会一直逼吗？还是会，不是会一直逼啦，就是一样有东西才会逼。OK。对啊，然后就是确认功能方面。OK， 功能是正常的嘛？对，等一下就是大概带你去试个车，然后确定一下说引擎、变速箱、方向机开起来是稳定的。OK， 对，然后我们再点交一下一些东西。好 ，OK。那如果你们要充电的话，这里也有安装那个充电器。OK， 有两孔。好，对，大致上就是等一下试车的时候看最明白。是，好 ，OK， 好，那不用写什么合约什么的吗？哎，要。好，那。写合约，对，等一下写合约。好，那我们先写合约。好，好，乙方为你承租人，然后呢，在车是2016年的阿尔法，是这边的模再填上去，然后租的时间呢，就是从今天开始，8月6号，然后那我们就租到8月9号。对，那等一下我们出发了会确定这个里程数。OK， 然后能归还日期。那如果在外面，假如说爆胎了，爆胎哦，就是。先去附近找保修厂，看这个费用由我们来出，然后再来就是有讲到说这车上不能违禁品哦。啊，像这个会不会很多8+9的机油？超多，超多，超多。啊，他们都出去干嘛？出去公祭啦，出去入庙会，还有人出去玩啊。这么抽啊？啊，遇到最糟糕的是回来整车都是 K 味。哇。车子上还有循环，那味道超级浓。哦，是哦，啊，这个也要赔偿吗？有啊，上面有写说如果有，就是5000块，我们要换滤网，然后要再打好几遍的那个。哦，懂意思，对，懂意思。好了，我合约都签完了。OK， 那我们去看车吧。好，签车，好走。这边呢是教基本操作，是，就是身为一个司机呢，我不知道你当时等是你下去开还是他开，让我开，我开，你开、喔、是。其实那个老板要上车的时候，来这边，看这个，按紧哦、喔，这个门就会开了哦，按紧啊，啊对，啊老板上车的时候呢，来还是要关 ，OK， 然后这是左右两边的操作，好，然后钥匙上也是一样，就是你今天从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按这颗，这是干嘛？哦，先开门了，这个门就开了，这个门就开了。哦，你从很远的地方呢，这个尾门就可以开了。了解。然后这是锁，这是开。OK， 两个方向。好。对。然后这边的冷气应该都不用多做介绍，就是头塔的东西。Okay. 对，这个我很了解。对。好，我们就直接打 P 档，然后它这个自动就会放掉那个手刹车啊。对，没错。可是你停车的时候要自己按的吧？对。OK。首先呢，就是要试一下这个车况，是，就是你正常在开你的引擎，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例如变速箱的那种卡点还是顿挫感？目前是听不到。对，然后教你蓝牙怎么用，然后这个它这个一定要打 P 档才可以连到你的手机。哦，我知道，我知道，好像你没有离开 P 档，它也会把这锁起来不让你按。没错，像现在我们就锁起来不让按。了解。然后定住了，就这边。OK。这颗。OK， 跟 RTS 一样，一模一样。它就是比较大台的 RTS 啊。对，所以说为什么这车这么夯啊？就是因为说它零件便宜，然后呢，就是又说省油也蛮省油啊。如果以这种车型的话，这个1公升可以跑多少？1公升差不多，我们正常在开比较硬踩的话，都至少还有到快十那边。左右哇，这加满要得多少钱？2000块，加满差不多2000出头。感觉明天他们做到这个应该会蛮满意。蛮满意啊，然后你再跟他们一个人再收个2000。哦，哇，这就是拿你的车在盈利的意思。刚才合约书有没有记清楚 ？OK， 运输用途 ，OK 用途 ，OK。可是我不知道啦，不知道就不算了。快明哥，你等下要感受一下我那个驾驶技术是 O 不 OK？ 好，这边换你开。好。小心哦。不会。好。感受一下这阿法开起来怎么样？搞不好以后可以当拿一个黑道老大的司机。
这个涡轮哦，这个是自然进气哦，对，3.5自然进气。哎、欸，开起来很顺，很蛮温柔的。这个就是你开到连司机都会想睡的，后面是一定睡的。这个，而且它的脚的空间也很宽阔。对，那我们先开去加油好了。可以啊，我们先把它加满，好吗？95加满。好，好。加满差不多2000出，怎么样，冠名哥？我驾驶技术还 OK 哦？可以啦，可以帮黑道老大开车了哦。可以啦，这样子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OK， 对 ，OK， 好。那刚刚冠名已经教过我们这个载车基本的操作，基本上上面的话就是控制什么尾门啊，侧边的电动门啊、开关啊，哦、都在这边、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电动椅，什么有的没的。然后还有后座，如果第三排要坐人，那椅子要怎么弄？就基本一些操作大家都教我了。对，那个后面是这个靠背啊，要先伸到最前面，再把整张椅子伸到最前面，然后再搬下面的，然后再往前拉，后面第三排人就可以上车。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个阿法整个车体里面的那个音效的营造怎么样？你懂音乐吗？我懂吗？我不知道。OK， 我不知道我懂不懂？没关系，我们来点一下。你看，把它放到 bass 重一点。bass 重一点哦。bass 重一点。有。这个。声音在哪里啊？声音大小是这个吧？哦，不错哎、欸，摇起来，哇，很棒哎、欸，哇，哎、欸，这3天2夜很赞哎、欸，难怪刚刚冠名哥说有些人会用违禁品、啊、哦，蛮合理的，蛮合理的。这个如果来泰国哦，这种事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夜店灯光有没有在那边闪？哎、欸，没有啊，它没开啊。哎、欸，看有星空顶的、欸，星空顶。那我要去后座感受一下。好来，它那个灯要在哪里按？哎、欸，它的星空顶是跟着音乐闪的。哦，哎、很屌哎、欸。哎、欸，这脚多宽啊？你看我脚。哎、欸，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啊、我拿相机、啊，你感受一下。各位观众，他这个还可以调，他那个调那个脚的伸缩的。好。哦，这边。等下我要怎么把它拔掉？我很怕。按一下。哦，有没有各位？那我现在把它抬起来。嘿。而且呢，它这个抬的就是，然后这边还可以椅背有没有？哦，它这样还可以下来有没有？哎、欸，这真的很舒服哎、欸。这种是，如果说你要跟妹打炮吗？这边，这个还可以哎、欸，哎、欸，这很屌哎、欸，难怪老板都会在这边做一些有的没的，这是什么声音？哦，那个要抹。要上油了，润滑油。看，像我这个就很安静。我太重了，受不了我的重量。而且各位，它这边还可以直接调。你要不要热屁股？还有这个冷气温度什么都可以调。对，然后如果你按一个 SET， 它就跑回预设值。哎、欸，不是，这个不是预设值。它有一个最下面那个，对。最下面这个，对，它就跑预设值。
然后这个加跟减，我在想应该就是音乐的那个，是吗？是吗？应该不是哦。还是冷气？不是灯。哦，灯啊，灯的大小。对，因为有时候老板可能需要。有啊，这边开了。看书啊，读书什么，这边灯也会有。还有一个重点，哎，这个违禁品的人最爱什么？哦，我也要开，卡是不是？哎，对，有一次呢，就遇到一个客户，他回来之后车上味道超浓的，嗯，啊，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有抽，我没有抽啊，我没有抽，然后嘞，我就问了旁边一个同事，嗯，他之前有在抽的人，我就说如果是你在阿法车上，你会在哪里磨？对，然后他就过来，他就是过来直接跟我讲说，老板这边啊，然后上面打开的时候还有白白的粉在上面，哇，就是还有一层。我跟你讲，最可怕是这台，最可怕是我拿紫光灯一照，那个就GG了，应该照得出来，绝对照得出来。然后我就这样，哎，这个是吧？哦，是是是，他就哦，可以清洁费就给你，不然他不认，你知道吗？没想到那些八九也是蛮那个的，对，你没有证据啊，然后没辙，就会啊，这种感觉，这真的就是商务车有没有？真的是尊荣感，然后又有空间，哇，这真的很适合大家出国。对啊，你说要买什么超跑，我觉得还不如买这一台。确实，你一个人驾驶，你可以载一二三四五五个妹，真的。去夜店的吗？真的，这个我们下次拍一集。确定吗？可以啊，都是妹妹，那很爽哦。哎，车上可以喝饮料，可以啊，可以哦，可以喝了，只是一出来就要收清洁费。对，不错不错，哎，我很喜欢这台车，说实话。这台车有改那个地板，对，看这个，这是算什么地板？大理石。大理石有的都会有刮伤，对，就是那边。大理石地板，赞赞赞，我喜欢了。毕竟这台车也跑10万公里，可以。好好，就这样啊。这边租车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个业界里面啊，大家可能都一直在出租。对，在出租。对哦，就是大家有的人可能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就是 R 开头的车牌就叫租赁车是吧？对对对，就是它是可以合法的租给别人去使用的。对对对，但是很多人不是 R 开头的。是啊，哦，有些人他不是 R 开头的，但是还是租给别人。对对对，这个就是会，那就是个人出租跟今天的那个租赁公司出租。OK， 那租赁公司里面就是一定会有保险。了解。对，所以 R 牌的会比较安全一点。哦 ，R 牌的比较安全。对。那如果不是 R 牌的话，就是那可能责任归属上面就会有一些争议。对对对。OK， 那这也是一个保障。对。OK，R 的对你租车的人来说就比较安全。哦，像我们这次租的就是 R 的，那另外两台也是 R 的吗？有个人的哦，一台是个人，一台是R。对对对 ，OK OK， 好，那就这样，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观念 ，OK。